是浩浩，是爸爸。你们心目中唐吉诃德会是像怎么样子的？就跟虾皮一样吧，什么都有。你呢？来，我们这一次呢要进行比赛，你们各自最后只能在篮子里面放六样东西，最后会由妈妈们来决定要买哪一篮的东西。我们出发吧。这边 有要求，一定要学会唱主题曲的歌才能进来哦。他们会吗？他们会啊，林忆莲主题曲的歌。我不会，我忘记了，太久没来。他们只是忘记而已，你要开始学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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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个企鹅就是他们的什么招牌？神兽吗？对的。来唐吉诃德就是要买日本才有的。哦，这个好像没拍过。哎，这个没拍过。哎，哇，妈妈妈，这个也，妹妹现在在看保养品了，彩妆品了，擦眼镜的眼镜啊，擦眼镜。擦眼镜的布，哦，一盒有四十个，没关系，我还没有戴眼镜。米面膜，哎，好酷，而且还蛮厚的，哎，还有酒面膜，哎，这里面有十个酒面膜，所以到底敷面膜会不会敷到睡？笑死！我们走，热可蒸汽眼罩，我也需要蒸汽眼罩的，我们拿一个吧。不行啊，快拿一个吧。眼罩外面都有，走。好，先生。我们现在好好笑，我们现在讲完。这是护手霜，就是我有哪一支啊？宝可梦护手霜。Thank you。我们要不要买一支梦幻护手霜？平常为什么时候用到护手霜？我弹吉他很需要护手霜。你看我的手这边，我已经半个礼拜没有弹了，然后上面还是看得到有那种就是暗弦的那个结痂。所以我们需要护手霜，而且还有宝可梦的图案。有没有道理？而且这个一般看不到，就是因为宝可梦是日本的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上吉他社的时候带着这个，跟同学说，啊，你弹吉他要涂护手霜，来这个宝可梦，就决定是你了，护手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放哪里。嗯，有没有什么意见？我觉得这个好好，好好用。你妈觉得这个一定要放到篮子里面。评审觉得这个应该会赢。好，我们先放一个。好，这个第一个东西。蒸汽眼罩，这个我也需要。到时候宝可梦的图案就会像这样子。因为我睡觉嘛，就是因为我过敏嘛，然后这个就会比较帮助我入睡。然后，对不对？有没有道理？超级有道理，而且最后是宝可梦，我宝可梦迷。所以他应该找这个胖丁来代言。对啊，应该是找我代言吧，我宝可梦专家。食物的末日球之前好像没拍过，是吗？没有拍过，啊，第一次看到。那个食物，这是软软吗？还是什么？我想要这个甜点蛋糕，就是可以走那个明太子。嗯，在楼下有没有明太子？别了吧。买那个。好。逛完可以下去。宝可梦球。这有卖宝可梦球啊？你说实在。你觉得你爸又在骂你的时候买一颗球然后往他那边砸过去，但是你买这个可能不行，你要买高级球。没有，我要买这个大师球。这种有没有烈咬露莎，然后还有这个路卡利哦，然后有这个巨金怪这边哦。如果给你挑一只带回去的话，你想要带哪一只？我一定挑异色列工作，这只超帅。或者只能挑一只哦。完了，这只是盖欧卡，然后它是水系跟冰系的。这只是泽尔尼亚斯，是格斗系。然后莱西拉姆，这是火系的。球雷姆，冰系的。然后这个是杰克罗姆，也是冰系的。这我都认识哦，表示我是非常认真。你爸知道你拍完这部片之后，你都没在读书。完了，好，我们走吧。下面那个，这是模型吗？这好像是模型哎。好重。
去吃一只啊。哎，这里还有这个凤爪。这一只其实没有很贵，你看它才250哎，450。你在外面买，我觉得700块或者去宝可梦中心买都不值这个钱。对，到时候我觉得可以买，我们挑一个吧。你要哪一只？哇，随便一个东西。你要哪一只？你要挑哪一只？哎，这边，你给你挑一只啊。上面也可以挑，就是这边都可以挑。一个阿尔宙斯，它是一般系，然后它是神兽。想当年那个吹塔很流行的时候。每个人都想要这一只，它超强，超强。好，那我们决定就是这一只了，阿尔宙斯。阿尔宙斯，这只400块一只。好，这个理由就是因为呢，我们为了要成为更强的宝可梦图鉴大师，梦想，弥补缺失的童年。哇，能看下去了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们就先下去吧。他们应该，哇。就是它是那个铝充，然后就直接插上去，然后它做的很小，就是像这样子啊，对，很方便，而且看蛮好看的，然后有电量显示，而且它是快充哦，放文具一定赢，好，这个就没了，红色还是金色好。跟你讲，蓝色比较好，只是他刚好没货啊，下次再来就有了。烤地瓜，那你有买烤地瓜吗？有红薯的、欸，还有一般的。地瓜，那地瓜是没有的。烤地瓜，烤地瓜，烤地瓜。烤肉吗？烤肉吗？好贵啊！玉米吗？可是它可以直接吃哎、欸。对啊，即食玉米。你要讲出它的优点嘞。优点是我爱吃，而且这可以现场吃，然后就很可爱，长一点的，可爱一点的，这部分肥肥满满的。它有分两种，这是珍珠白玉米，然后这个是黄金玉米，是吗？是这样分吗？那就这个。看不出来，煮泡面用这个，哇，这高级感，哇，890块，哇，高级感。等一下，这太贵了。哎、欸，这个，哇，嗯，哇，很亮。对啊，触感超好，而且这边有做那个横切的，还不错。但是我家没有铁板。好，我们之后可以稍微逛一下街。哎、欸，这比较让我出乎意外啦，这么小。拿死你的话，这是醋啊，黑醋饮。我比较激动，别激动，我们走。有点可怕的黑暗料理。一二三，两盘海鲜，来几盘？两盘，两盘上，一盘走路。这是宝可梦的饼干，可是他没有弄里面是什么，是奶油饼干。他也没有把造型弄出来，说不定就纯粹奶油饼干而已。譬如说这是米果，然后就是整区都是米果，然后后面是洋芋片。是啊，披萨辣的。是。但是日本人的辣好像其实还好，要韩国人的辣才恐怖。那我不敢吃。这样，过来一下。我看到一个日本很少见的，我在日本有一次买到，我在日本第一次喝这个。哦，这是你喜欢在日本喝的碳酸汽水。啊，我没喝过这个。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冰淇淋吗？乳酸菌的。没关系啊。伊可必斯。我喝过了。限定生产和这个。别，你看一下，这东西超少见。这东西还好吧？很难介绍吧？日本会见。所以这个拿回去放吧。下一层楼是生鲜蔬果。好逛吗？我觉得目前还行哎。哇，这个在外面都卖100多块，这个超好吃的，我相信听众们一定会喜欢。它有明太子口味的，这家资源都讲了。哦，它是酱烧风味炒面。好，我们这一集的片名就叫做《限时吃完超大盛炒面》。哇，你看我都想好了，只要在30分钟之内吃完这个，就可以玩手机。对。我跟你讲，这流量一定爆好，亚米妈妈一定超喜欢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买这个吗？哦，不是要买这个，是要买这个。辣的可能吃不起。
鸡掰汤。认真念还是念这样子啊？哦，这是类似松饼啊，然后里面是卡斯达。哎、欸，这好像很好吃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这在车上甜点，这很像冰淇淋的那种感觉。好了，就买下来吧。这边就是一些食品啊，例如说味精、味噌。这里一定有卖一个东西，你知道？纳豆。纳豆，而且他一次要买三盒、欸，下面这是一盒的。好、啊。没有，这是三盒的。我觉得这个买起来，也可以挑战限时吃完。不用限时吃完，你有吃完我就可以玩手机，好不好？买一个，这个流量一定爆高，因为妈妈一定更喜欢了。好，我们吃了，现在我们剩多少？剩两样。我们吃的就先这样，也就刚好玩的两样，吃的两样，然后剩下看什么。剩两样很关键。对呀。买。这是以前我们常吃的鳕鱼丝。要吗？好，下去挑一个就行。可以，走啊。哈密瓜有什么味？哈味。这哈密瓜好小哦。499一颗。我觉得这个价钱让人难以接受。要买这种的啦。这抖音上面会做的那一种。这是你想吃的吗？我觉得亚米妈妈不会想吃这个。哎、欸，这种厚度999那么大片，便宜耶、欸！哦，饮料。超刺激最强碳酸水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我妈会喜欢的。刺激长达一秒钟。如果那盒面30分都没有吃完，就喝这个。哇，惩罚都想好了，这是一部片。谢谢，买下来了。蟹肉的。好啊。好。这叫做帝王蟹尾棒。它才多少钱？39块。哦，哎、欸，蛮大块的。这样看起来。那你89。啊，这个就这个。哦，不看价格。多美呀、啊！他们怎么？所以你们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第一样。你先介绍。我这个玉米呢是可以现吃的，而且它是白玉米。它那个不就是为了要吃吗？然后那不是一般都看得到吗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哈，为什么买这个？我弹吉他的时候手会受伤。来，只能讲十五秒。好，因为弹吉他手按弦会受伤，所以呢，有时候需要护手霜去保护一下自己的手，所以我买这个，这是宝可梦联名的。好，我们数到三，同时指哦，一、二、三，一分，好，这不能再拿喽。第二样，来，你先讲。好，纳豆，我想尝试新鲜的事物。对，我对于人生还有许多事情没有摸索，所以我要进行人生的下一个关卡，所以我选择了纳豆。你们呢？这个呢是鱿鱼丝，它是超爱日本超好最好吃的那个品牌的鱿鱼丝，我们认知里面最好吃的，而且它超多的，它这个那个好 CP 值超高。准备咯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我得一分。你那有三盒哎、欸，你吃掉一盒，你知道剩下两盒谁吃吗？我吃哎、欸。好，第三样准备喽，好了吗？开始，换你先讲。这个呢是沐浴球，没拍过的，而且它是甜点系列，尤其还有五种。对啊，都很可爱，惊喜感。好，时间到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为了之后拍片工作需要用到的东西，我要挑战在30分钟内吃完这一盒，没有吃完的话，那一整天都不能玩手机。就要惩罚。两个都是为了拍片用，哎、欸，好诱人哦！他们这拍片用，这也是拍片用。我们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第四样，预备，开始。哎、欸，刚刚是你们讲了嘛？换你先讲。这个呢，因为摄影大哥平时有喝一点小酒的习惯，然后这个呢，
十块，39块，就那么大条。然后吃吃。好，时间到，换你们。特别的那种可乐哦，新的。哎、欸，我们竟然没喝过哎、欸，没喝过那种可乐。好，数到三哦，一二三。有口气。哇，完蛋了，会不会平手？好，第五样了，预备开始。你先。我们这个呢是蒸汽眼罩，它可以缓解疲劳身心，而且尤其呢，它是宝可梦系列的，多么可爱啊！你快看看看看，这么可爱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我需要争取30秒的时间，15秒，快点开始。这个呢，是为了弥补我缺失的童年，在钢琴教室度过的童年。你讲，你好好讲，要不然字幕组会很痛苦。就是我缺失的童年，我需要买这个来补回我平常都在钢琴教室的童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宝可梦一个神兽，算是它圆梦系列的，两边都是宝可梦，这是可以拼成一个大公仔。公仔。嗯，价钱差不多哦。哎，这一场刚好轮到宝可梦 PK， 一个是实用型，一个是奢华型，但是它是圆梦，到底要选哪边？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思考。给我们圆梦啦！啊，一二三，干嘛？梁志浩，我挺你，我尽力。来最后一个、哦，第六样，一二三，换你。好，这个呢，因为我刚才有那个泡面嘛，所以呢，我30分钟没吃完泡面的话，就要挑战这个超刺激气泡水，很恐怖的气泡水，所以这是为了铺陈，对，而且要嘴巴张开到最大，对，灌满之后嘴巴闭起来的那一种，一个失败的惩罚。我这个呢是可尔必斯北海道是乳原料哦。而且这个是看好限定生产，我几乎没有看过这种东西。对，他今天有卖力工作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是。好，准备喽，一二三，猜拳。好，平手了，来，不要了，既然难得平手，我们就挑你们获胜的商品拿起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获胜的是这三，因为你们平手啦，如果赢的话就是真的整蓝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来比赛。第一次来的感觉怎么样？不错。你还想再来吗？想啊，下次再 PK 一次。我们要 PK 那个激素，我们 PK 另外一家店。好了，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